他所在玩的就是这个游戏。有什么事吗？没有，只是单纯的做了。你今天去玩魔兽？玩了一局，我发现默契没那么好。默契？你跟他们没有在练啊？先别说有没有常常一起练，我是觉得他们玩就是。他们完全都看不出 是走怎样的策略，跟你玩的话你可能是主打进攻，可是 他们的话却是四不像，他们不固定的，就是该进攻的时候没进攻，然后该离开就是离开那个该退守的时候就没有退守。但是他们没默契吧，是而且他们还战略的问题而已。欸，他们还叫法师来冲，法师让他们走前面。法师是女的，你不是诸葛亮？对啊，他叫我冲前面啊。就今天我唯一就是你冲的，你是冲前面的。该怎么讲？法，你玩那个游戏，法师血一定比战士少。哼，你冲法师，法师是技能很强，但是皮薄的角色。然后他是叫我冲第一了。可是就是他们有个单杀能力很强的英雄，就每次我出来的时候他就把我秒掉。谁？哦，你是说就被人打完全是在打牺牲战？你是说敌对那个什么？就是对面对面的高手啊？你们是碰到高手对啊？没有，一般的。一般的就只是玩的，只是你们的战略有问题的。对，就是好像意见都分歧。突然就，一个是主打打游击战嘛，游击战都通常都是大家都分散这样的嘛。玩这个不是要玩战略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主打什么合作，就是说一都要一起走。然后就变得很奇怪，打游击战就是完全是脱队了，然后一起走的话就是人只有一两。然后有的是主打是那种硬碰硬的，就是玩那种生死战的。你们没有临时通话之类的？老实讲，临时通话还比临时通话更有默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是在网咖，就坐在旁边而已。对啊，那就临时通话的意思是有一段距离，就是已经。并非是用眼前就可以看到本人，那就临时对话，临时讲话，對就是讲讲一下这样，啊，结果你们还是就乱打一通了，然后就会变成乱打了。对啊，讲实在就是这样子，乱打。啊，花了几小时？四小时，没事。四小时，你觉得很长还是？魔兽还真花时间。哦，我们打了很多场，就是去，就跟我们去公园玩，然后玩不同的游戏。问题是，我们不是玩一个游戏玩四小时，是在一个公园里面玩很多次游戏。你这个是一个游戏玩很久，几个小时？什么比喻？没有，我以为你认为我们魔兽。魔兽一场就玩四小时。好啦，我知道了，怎么可能一场四小时？就刚听你刚刚回报就很像是那样的。我玩这个只是主要是过关就好了，没有要把所有东西都收集破关的。是他们过关隐藏要素就只是这样过关啊？